我们讲的这个第三个，它强调是什么？强调就是说，推动这个独特思想发展的这样一个主要动力，不是在思想内部，还在外部，就强调这个总问题和具体问题的这样一个联系。就是说是由于它的什么？它由于和这个个人同历史的复杂关系啊，来推动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它的发展的动力啊，实际上讲的什么？它是和这个外部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样就强调否定了这样一个思想结构变化的这样一个任意性，任意性强调它的这样一个客观基础。所以他在这儿呢，就提出来一个它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那么这三个呢，就构成了它的这样一个认识论总问这个总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定义，基本定义。那么从这样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他自己概括的特点来，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概括。就是说它的这个总问题的特点呢，一个是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科学性。那么这个科学性呢，就是说它的总问题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是一种科学的东西，是一种科学东西。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阿都塞的思想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起点，是一个起点。你只有理解了这个，才能把它和这个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先这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这个早期的这个葛兰西、卢卡奇他们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啊，把它区分开来。那么这一点是把握他思想的整个的，包括他的这样一个方法论的这样一个基本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强调它的这样一个整体性，就是意义的这样一个整体性，意义的整体性，强调意义啊是整体，而不是个别，不是个别。第三个呢，强调总问题是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总体。那么结构的总体讲的什么？它是一个思维框架，是一个思维框架，而不是具体问题。就是说，是你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一个框架，一个结构。我用什么东西来提出问题？我以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以什么方式解答问题？所以这个是讲它这个思维结构。那么也就是说讲的是什么？它的这样一个最后呢，它就强调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总问题啊，是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它不是很多具体问题的一个堆砌，而是什么？它是有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结构，有一种历史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最后呢，它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问题啊是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具有认识论意义，这就是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区别，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既然它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那么它就开始啊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阅读。做一个新的阅读，就是以前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认为前面人们对马克思的阅读、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啊，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把马克思啊等同于意识形态哲学，就是把马克思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哲学。那么，既然他是要把马克思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这样一个理论把它区分开来，那么马克思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就重新呢、啊，来阅读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呢，也就是说，他要以总问题，也就是说，一种这个总的思维框架认识的，以一种总体认识论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来重新阅读马克思。也就是说，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作为一个哲学，对科学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一个对科学理论背后结构的这样一个解释。如果马克思哲学是这样一个性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去阅读它？那么他呢，就是说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阅读啊，他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他其实包括三个方面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就是说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它有，那么是哲学的话，那么这个哲学它独有的理论形态是什么？它一定和前次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啊，有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这表现为什么？一种认识论的断裂，认识论断裂，它一定就是说。因为他我们可以讲看到他和他的总问题提问是一样，每个总问题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意义的整体，都是一个意义整体。他和他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域，
它是有联系的，是吧？都是表用一个，如果你肢解的这样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意义啊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要理解它讲的整体，既然是一个整体，那就是说任何一个哲学的理论形态它都是一个整体，它不可能从别的哲学里面呢、啊、把它拼凑起来，它不是一些这个，它是应该什么，它既然是一个生成的结构，生成的理论结构有一个总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结构它应该有它的核心观点，然后有它的自己的范畴，有它的体系，它的所有的意义，不管它借用了别人的什么名词什么俗语，那么它都应该在这个意义当中，在它的这个整体性结构当中呈现出它的意义。如果你把这个里面肢解开来了，肢解它意义放到另外的场域里面，同一个词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来。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指明一个哲学的性质，就要指明它的生成结构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生成结构具有什么样，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它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形态，就是说有没有自己的生成结构，这个生成结构和它的思想的起源，作为它的思想的先导，黑格尔和费巴哈哲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它们的断裂点在哪儿。所以这个论证断裂了可以说是一个核心概念啊，就是它在运用的这个核心概念，它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样的从这个对马克思哲学的提问当中，就自然地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这样一个哲学的关系问题。那么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出发的这样一个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这个卢卡奇我们强调他的这个辩证法的思想，把马克思也是讲强调这个辩证方法，他强调什么是总体性，是吧，是总体性。那么阿都塞的总问题和卢卡奇的总问题之间，总体性范畴之间有什么区别，理解这个区别啊可以使我们呢、啊更好地理解阿尔都塞的这个哲学，也理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内部的这样一个变化，一个变化。我们是简单地把它这个比较一下看一看啊，就说一个呢，就说他们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区别，就是这个我们强调这个卢卡奇在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哦，研究这个阶级意识啊，我们讲了他这个阶级意识概念。他那个阶级意识概念的认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意识形态，是吧？就是意识形态，所以他会研究什么虚假意识，是吧？对这个虚假意识的这样一个研究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研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什么？实践哲学他的实践的辩证思维是什么？他是整个以这个什么阶级意识为核心范畴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就马克思哲学就是要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和这个阿都塞的这样一个总问题相比啊，我们强调阿都塞的总问题是什么？刚好就是要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结构、生成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把它区分开来，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意识形态，但是这个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他的哲学，而是什么？而是哲学的一个表层的问题，表层的问题。所以他强调是什么？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这样一个哲学，强调马克思，所以这就是强调为什么他强调马克思哲学是科学，是科学的理论。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阿都塞强调的这样一个哲学啊，它主要的它的总体性讲的什么？一个本体论，是吧？它是把它作为一个本体论，作为一个存在问题来研究的。而阿都塞我们看到他强调哲学背后对科学对理论的这样一个干预是讲的什么？是一个认识框架，它的总问题是一个认识框架，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所以他们是本体论和认识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区别。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卢卡奇的这个总体性，他强调什么？强调马克思哲学啊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吧？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是没有自然唯物主义的。这为什么呢？就是说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对意识形态对这个社会结构本身的研究，所以他运用的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而这个我们强调阿尔都塞他和结构主义相联系啊，他更强调什么？这个共识性结构，所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文化形式背后的这样一个理性形式，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科学性，科学性。所以他们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那么同样的最后一个，一个是人道主义，一个是反人道主义的，就是说人道，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把意识形态啊，强调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目的性啊，就是说什么叫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就认为上层建筑是目的，就是说上层建筑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这个是目的，而经济基础是服从于上层建筑的，所以他把人的东西啊置于这个第一的这样一个地位，置于第一个地位。那么而这个阿尔都塞呢，他认为啊，你这个哲学啊，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新左派运动当中看到，你这个主观的这个意识、主观的这个价值的东西啊，你是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在这个深层结构的变迁啊，你是无能为力的。哪怕你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你比这个夺取政权的革命要弱，你的暴力要弱，但是呢，也是只要你和这个结构不符合，它的深层结构不符合的话，它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实际上呢，就强调你人道主义这个主观价值啊，你不能够主导一切，主导一切。所以他就要探讨你这个革命不成功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就是说它不是由人的主观东西决定的，而是由背后的这个人的这样一个意识背后，它要受到一种什么社会结构的、这个深层的理性结构的这样一个支配。所以它是一个非人道主义的，它是一个非人道主义，所以它是直接啊对存在主义啊，它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批判的，进行批判。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理解他这个区别呢，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阿尔都塞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啊，研究他以后对这个马克思思想的这样一个说明呢、啊，它是有意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说明当中，既然它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研究认识论的问题，那么它就有它自身的这样一个阅读方法，阅读方法。那么它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阅读方法，也就是说人们一般对阿尔都塞的这个理解啊，这个方法呢，要说整个的它都是认识论的啊，都是认识论。但是它在这个怎么样，既然这个哲学啊，它是探讨这个科学理论和这个意识理论背后的这样一个结构，也就你的意识形态、你的社会问题背后的这样一个理性结构，哲学如何解释这种结构，他就提出来一种运用这个增厚阅读法。增厚阅读法，那么这个增厚阅读法呢，它是怎么是增厚阅读法，我们看一看他对这个增厚阅读法的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增厚阅读法呢，也就是系统的不断的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对象的反思。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啊，他就说系统的不断的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也就是说什么，你要用一种创造出一种总问题对对象的这样一个反思，对对象反思。那么他说对对这种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见，那也就是说你对对象啊不是一种反应，而是一种反思，而是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是什么呢，他说对问题，对最深刻的问题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啊，他就说对最深刻问题，就是说你要把他的，就是说你这个正后阅读法是什么，他说要系统的不断的生产出总问题。那也就是说什么，它有两个，一个生产出总问题，就是说你要有你自己的阅读的这样一个结构，是吧，自己要有一个生，我们讲的总问题就是它什么，它的思维理性结构的。首先你在正后阅读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什么，要有，要在这个对问题的阅读当中啊，要生产出，就是提出自己的这样一个理性思维结构，然后把这样一个理性思维结构和对象进行反思。那也就是说你这个阅读是什么，是你把第一个文本和第二个文本进行阅读，就是文本之间的阅读，一个是作为自己的思维结构，因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有什么东西我思想是没有，而思想是有自主性的，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框架，我要提出一种思维框架然后对他阅读。那么这个最深刻的总问题的揭示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别人看不到的这个暗示的东西。那么这个暗示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把它
做了一个概括，我们讲了生产出来的总问题和对它的对象的反思，是吧？和它对象的反思。那么一个是总问题，一个是对对象的反思，那就是有一个什么，他就说这就有一个什么前后文的关系问题，我是怎么来阅读的问题。所以那么既然这个症候阅读是在一个总问题和它的对象之间的这样一个反思的关系，我一个要阅读的这样一个对象，一个就是我的理论的对象，我要说明这个理论是什么啊，对它进行干预，那么我要有一个总问题，我要用这个总问题来对我这样一个对象进行反思，对对象进行反思。那么这样一个反思呢，就把人们什么什么那个看不见的暗，就是说这个一些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东西，你要把它揭示出来，就是要看到这个后面，就是说那么你的这个总问题本身，你这个总问题本身呢，那就要有一种，就是说既然是总问题对对象的反思，那么你这个总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总问题，什么样的总问题，这一个是本身值得思考的，本身是思考。那么他就在这个思考当中，就是作为一种反思的这样一个结构，作为反思结构啊，他就提出来什么，他就提出来有两种阅读方式，有两种阅读，一种是有罪的阅读。这个有罪的阅读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后文之间的差异中揭示认识的对象和本质，也就是一种确实的阅读，就是说你是从他们之间，就是前后文的差异当中来解读，还是和从前后文之间的联系来解读。那么前后文之间的联系来解读呢，就是一种无辜的解读，就是一种无辜的解读。而这个差异性的解读，前后文之间的差异性的解读呢，它叫有罪的解读。那么我们看看他讲的有罪的解读和无辜的解读，也就是说前后文之间联系的解读和前后文之间差异的解读究竟是怎么一种解读方式。我们以他的这样一个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阅读啊，这个对资本论的一个阅读啊为例，你比方他说这个资本论，他说你对资本论的，你要读他的资本论在何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为哲学，成为哲学。因为他说他在这个阅读资本论里面呢，他一开始就说，他说资本论啊这样一部著作啊，是在这个不断的被阅读的，就是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啊是不断的被阅读。那么不断的每一次对资本论的重新阅读呢，就包含着人们的什么啊，对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深刻的理解，它既和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同时也包含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断的重新再认识。但是对于资本论的这样一个，所以他说马克思资本论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著作，而是一个哲学的著作。那么哲学的著作是什么，就要揭示出这个资本论背后的这样一个理性结构是什么，什么东西支配马克思去提出问题，去解答资本主义的问题，要读这个理性结构。他说这种结构的这个阅读啊，他说实际上呢也有一个无辜的阅读和这个症候阅读的问题。症候阅读就是说是有罪的阅读啊，有罪阅读。他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无辜的阅读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阅读，症候阅读呢是一种哲学的阅读。那么我们看看他讲的这个阅读啊，他说这个无辜的阅读，他说比方说对劳动，他说政治经济学在讲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话通不通？它是通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一段话里面呢，他作为一种无辜的阅读，就是说无辜的阅读是什么，就是说他的问题是不空缺的，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他就有一个，他说那么在这样一个阅读当中啊，在这样一个阅读当中，他说从前面的从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须的价值，他说从概念上它是不空缺的，劳动等于什么什么的价值，是吧？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须的生活的价值，它是等同的。我劳动的价值是什么？你要维持和再生产所必须生产的这个劳动的价值，就是维持我劳动的价值嘛。他说这一点呢，在概念上是不空缺的。你看这个概念上是统一的，是吧？它是很整齐的，是同一性的思维，但是在问题上空缺了，在问题上空缺了。因为这一个论断当中啊，我们看到劳动和劳动这样是同一个概念，就是实际上
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说你什么都没说。如果这个劳动我生产，我也就是说我劳动花费了多少，那么你再补充我多少，补充我多少。他说这一个东西在概念上是成立的啊，在概念成立，但是问题啊空缺了。为什么说问题空缺呢？他说因为这个实际上这种概念的统一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我劳动了，我花费了这个劳动，然后你再补充给我，所以你等于什么问题都没有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问题啊没有揭示出来，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一个问题呢就叫无辜的阅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家的阅读。所以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发现这个剩余价值的秘密呢？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种无辜的阅读，无辜的阅读从前后文的联系当中，你前面一个词和后面一个词联系它是一致的，它是一致的。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它是一致的。他说马克思呢采取了一个不同的阅读方式，就是什么，他对阅读古典经济学的时候运用的是第二个方式，就是运用的是一个症候的阅读。那么这个症候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什么，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的价值。劳动和劳动者这是两个概念，两个概念是吧，在概念上是不统一的，是肯定在概念上，就是说它在概念上是空缺的。劳动怎么等于劳动的价值怎么能够和劳动者的价值相等呢？它应该什么，劳动者的价值它可能是会大于劳动价值的是吧，或者说你劳动价值会大于，就是这两个啊它是不相等的。就说这样的，就说劳动者和前面的这个劳动啊它是一种概念的这样一个空缺，这样一个概念的空缺。但是这个概念的空缺呢却在这个内容上它是不空缺的，因为正是这个概念的这样一个空缺啊揭示了这个剩余价值的秘密，也就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问题。